一段时间以来，黄世聪、李正浩、王义川、俞北辰、刘宝杰等极少数台湾所谓名嘴，罔顾大陆发展进步的事实，蓄意编造有关大陆的虚假、负面信息，并通过电视、网络、报刊等媒体大肆传播。他们的错误言论蒙蔽部分岛内民众，挑动两岸敌意对立，伤害两岸同胞感情。事实清楚，情节严重，大陆方面将依法对上述五人及家属实施惩戒。对恶的沉默和纵容，就是对善的不公与伤害。舆论不是法外之地，任何编造散布谣言、扰乱社会秩序、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行为，都将受到法律的惩处。